祁家通背拳始创于清朝道光初年，创始人由祖籍河北计量城西北西南30里大国村的祁信，在河北固安公孙贾家店开山立万，时称祁家门。 后经邵氏祖祁太昌广学博收，终究慧心，将多种的拳法、刀法、枪法融为一炉，史称祁家通背拳三绝艺，枪、刀、手。通背拳以活法为根源。 有36手筑基，74散传，6部功法，3部意境，是以单抄散手为主，讲究四法理及心意的培养，动作刚柔相济，动静相宜，虚实结合，奇正相生，松筋有度，内外双修，既能强身健体。 又能祛病厌难、厌年，也能防身治胃，是中华武林百花园中一坨不可多得的奇葩。祁家通臂拳基本功一手型。 先讲讲拳形，自古以来，先祖传下的握拳法有4种：一，赤壁马猴，这又称扣拳，侧面，它主要是用这个面或这个尖端。 中指的尖端，骨节进行击打，它主要因为它比平拳要长，长出这一块来。俗话说，一寸长一寸强。那么呢，通背拳专门研究长，是吧？从手上、臂上和步上，以及心意上各方面去研究它的长，说这个来讲呢，有它的优点。第二，它拳头的面积窄。 所以它击打的部位压强比较大，是吧？好，第二种握拳法，通背圆儿，侧面，通背圆儿亦称凤头拳。 凤头是吧？也叫额头凤眼，是吧？这个拳，是吧？他的拳法是有变化的，是吧？在打穴的时候，是吧？他可能就要把这个大拇手指头送出来，是吧？打摘的时候，一般的时候呢，往上端或者打这个两肋太极，以至眉头双眼，鼻。 下颚等等。第三个叫天降石猴，也就是所说的平拳。平拳，这个它击打的部位就是各方面来讲都能，这是拳眼、拳心、拳面、拳轮、拳背。 但是作为通背拳，它要用的来讲，恰恰是这个骨棱，就是这个尖端，是吧？以后在拳法当中就可以用，当然也用拳面，也用这个拳眼部分，是吧？还用拳轮部分，各方面来讲的都可以用，但是要注意通背拳来讲用这个骨棱。还有一个就是六耳猕猴。
六耳猕猴，灭中拳，啊，掐住。这个中指是第二骨节要突出，有的叫它透骨拳，啊，也有的叫它肩拳，这都无所谓。但拳要夹紧，并且握的是一式成拳，不能这么的带这么的，那握拳就费劲了，在动作当中来讲呢就慢，这是不允许的。所以这个叫六耳猕猴，看看为什么要捏这个拳。有好多人不理解，说这手指头出来不容易受伤吗？好，你什么出来都容易受伤，但是你作为击打人的同时，他有两个要求：一，击打人是把人打出去，是吧？如果用面积越大，这个力量发的可能越大，是吧？啪一发的时候量呢，面积大，力量可能大。但是来讲呢，我们这个拳来讲呢，它恰恰就是要求它的压强大，而不是力量大。压强，大伙学过物理的人都清楚，破坏物体是压强，而不是力。所以呢，通臂拳这个拳呢，中路拳是打敌人是心口，也就是中脘穴和滑盖等穴，啊。所以它一定要在一定力量的基础上呢，要加它的压强。来破坏敌人身体，进一步的再进攻，啊，这四种握拳法，古来传到至今有四句歌诀，叫“金豹露爪赤臂马，凤眼额头同背猿，天降石猴专打穴，六耳猕猴中路拳”。这是拳法，就介绍到这。掌法，掌形，形，第一，摔掌形，是吧？嗯，有好的那样把哎往前打这个摔掌的时候，这个摔掌，那么来讲呢，就是用这个手背去击打敌人的头部、脸部，是吧？这个是这样的，哎，这个摔掌，啊，银手。啊，这个可能是咱们同辈企业在我们前的先锋手，是吧？它主要是快速，啊，灵活，而且有冷弹之力，所以这样呢，它要求特别快。那么这个掌型就是这个掌型，摔掌用掌背，老一辈有管它的叫反掌的，啊，手腕自然的松弛，是吧？自然的活动，不要较劲。这个第二，手背来讲呢，前后自然的松弛摆动，在扔出去同时来讲呢，手腕松啊，用抖膀抖腕，用掌那个正面来讲去打击敌人的脸部，是吧？摔掌型、拍掌型、拍掌型来讲，一有直立拍掌型，是吧？这个直立拍掌型，是吧？这样的，还有一个大拍掌型，啊，大拍掌型，大拍掌型手指头要有扣劲，啊，手心要空起。小拍掌来讲呢，掌根要坐劲，但是这样呢，掌心突立，是吧？五指不能成这样的，不能像一般练长拳这个这样的掌型，这个是拍掌，五指都要有扣劲，拍掌的面积很大，所以要求的力量也很大。啊，这点呢，就是手打扣劲，啊，这个拍掌。擦掌型，擦掌，顾名义就是往里擦，将来，啊，这个擦的时候来讲呢，五个手指头和袜龙掌来讲呢又有相似之处，但它这个小指和无名指是稍稍往里勾一点，是吧？大拇指头不许这么张开，这张开不行，一定要和这个。食指要平，这个虎口呢还要撑圆，这时候你这个掌才能有力，擦出来擦出来才能有力。通臂拳对于掌法来讲要求五手是五骨钢叉，是吧？擦出这个说捏这个手指的这个形状，那是非常主要的，啊，擦掌型，这四个手指头基本上是并拢的，啊，形成一个整体。
这个量不要这么张开啊，这个量呢微微张的。为什么那样呢？不能这样呢？因为你擦的时候，怕那样呢，叫人家击打你的大拇手指头，是吧？所以这地方呢，尤其是搁底下液体长滑擦的掌的时候那样呢，不能害事。这掌法必须是平的，啊，这擦掌。袜龙掌，袜龙掌来讲呢，咱们往前打的时候，啊，往前打这个吊带，或者是那样的，也做这个姿势的时候，这袜龙掌是这样型的，看，啊，中指越高于其他的指头，啊，手心的部分、掌心的部分来讲呢，要从一个袜龙型的，指头全部朝前，啊，手指头微微探扣。不能成这样型的，是吧？这就是他掌型。裸手型，啊，哎，拽着胳膊，这个裸手，是吧？这三个手指头，这是非常主要的，还有这个大拇指头，是吧？等等，所有的通臂拳的手型、掌型，要分六面。有好多人问了，这掌怎么能出来六面呢？那前指头。一面，这面一面，这一面，上一面，下一面，说大伙这不五面吗？切记还有一个掌根部分，所以不能把掌根给扔了。尤其有时候裂掌的时候呢，这个大拇手指要往回勾挂，这个掌根也非常主要。往下按的时候来讲呢，这个掌根的也得要有它的用途，是吧？是吧？往一按的时候呢，一打的时候呢，这个掌根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是吧？掌分六面，各有其用，是吧？就是根据当时用什么，你手型就得变化什么。那么来讲呢，作为掌型是这样，还有很多变化，咱们就不再多介绍了。爪型第三个就介绍一下爪型，爪，顾名思义，是吧？有的念白了，念爪的，哈，是吧？通臂拳有个虎爪，是吧？将来四抛裸带，是吧？往前四抛裸带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虎爪型，啊，就是撕往前撕的时候，啊，将来讲手法的时候就可能清楚这样，就是虎爪。虎爪呢，手要弯曲，哎，这个各手指都要有这个，就像老虎那磨那爪那个往回勾挂杠那个概念啊，这个看看这个手型。然后这样式啊，这是鹰爪，也就是黄鹰爪，黄鹰掐树，这个手型啊，这边是这样的。它为什么那样呢？不做这样型的鹰爪型，非要做这样型的鹰爪这样呢？它是有讲究的。黄鹰掐树主要是要掐敌人的喉部，啊，那么两这个两个指头就要顶住他的喉头，两边掐住才能使上劲儿，啊，这个概念啊。这个将来就是介绍到这儿，所以它的爪型是吧？这个就是和拳型和掌型，我们就把它手型介绍到这里。介绍一下活臂八法和活腕八法，活臂八法。第一，单活臂。这就是初步的做个虎步，前六后四。活臂的这手来讲呢，金活臂，没活臂的手呢。要把手背到腰后，是吧？自然而然地放上筋活背，浑身放松，用腰背带动胳膊上下轮动，是吧？先注意你是奥步劈，这个就是奥步啊，左脚在前，右手在前为奥步，哎，顺步挑，啊，这个概念。初学者是这样的，后期来讲呢，要把这个左臂。啊，我做一个方向就行了，另一方向正好相反。左臂肩要往里合，啊，
这个呢，左手自然而然的和这个膝盖啊垂直就行了，或者在里侧都可以啊。这就是活臂。好，下边调会做一下。第二是单横活背，单横活背是左脚向外开一步，啊，屈膝下蹲成马步，左手后背到腰，前手右手由下向左、向右、向上、向右，哎，自然放松，用腰来带动这个轮背，是吧？哎，反过来，啊，这个也是。这个这么轮动，啊，当觉得自己的膀子和腰活动非常舒畅的时候，这时候来讲呢，要把右手是吧，在前面画圈，如圈刀，如圈枪，是吧？如圈手，但这是单横活背，是吧？手掌呢朝前，如同墙上是吧，摁个球进行游。但这油你不要用僵劲啊，用腰，哎，带着花，到后儿来讲，还有用可以踩，是吧？左右踩，啊，这个那样的，这么活，好，待会做一下，以四下为度行，放松。单的，你这个来讲就是太僵了，太硬了。二一个来讲呢，这个活臂这把跟着一看，你就光在这绕着手腕着了，是吧？这板跟着没有活，是吧？这是毛病。好，下面介绍双横活臂。双横活臂和单横活臂来讲呢，有联系，但是这是用双手，仍然是马步。马步来讲和刚才是一样的，膝盖呢不要过自己的前脚尖，重心呢要放在中间，是吧？哎，还是双手向两侧活动。然后来讲呢，哎，带前横。是吧？这个要注意什么呢？如同两个手在墙上顶一个球去游动，啊，但游动还不能僵，还要松，啊，要有这个意思就行了，啊。另外，最主要自己的头部，啊，下颚不能够扬起来，要有虚棱顶劲，就是挺梗拔象，就是头要松顶。将向你要舒挺，是吧？不，要松而不懈，挺而不僵，这个概念。由开会同学做一下这个动作，看看他的优点和缺点。你这个毛病在哪儿呢？主要是腰。腰那样一看和手的协不协调，也不整，是吧？首先是不协调，这个来讲你一定要注意，这一点。第二来讲就瞅着有点太僵了，啊，整个身子那样的。要想做好这个活位，实际上呢，既要松，但还要有松沉之感，所以这是不容易做到的。那么来讲呢，作为你这个活位来讲呢，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当你手过你的眼睛的时候来讲呢，老扎没眼睛，那不行，是吧？练通臂拳来讲，要求鹰目元神，定那地方来讲呢，练眼睛的定力。
盯住上，那就不能蓝眼，随随便便的那眨眼睛，那不行。下面做前交叉双后背，左脚向后开步，与肩同宽，两手呢同时向两侧向上，活动，在上边交叉之后再往下，再向两边轮动啊，哎，要放松这个呢，哎。这个来讲呢，注意的在什么呢？前交叉的时候，两手来讲呢，在这个贴着自己的胸前，不要跑得太远，是吧？在上边来讲呢，也是分的时候来讲呢，不要来前边，一定要到上边去分，是吧？将来那样，哎呀，你这个劈咵，将来这个劈两头一展的时候才能出来劲。下面由田小辉同学将这个动作做一下。下面我们再学一下是前扑后撩双后背，就是下面我做一下子啊。这个来讲呢，并步啊，双手向上捧起，然后向后分啊，哎，这样来讲，哎，然后再往前滑。这个背呢不太好活啊，年轻人可能好活一点，岁数大了一点呢，恐怕关节就比较硬了。第一就是往前捧，哎，捧上点再往下翻，往后去，是吧？第二个前面呢往下扑，是吧？这胳膊哪都是放松的，但是这胳膊呢要有一种松沉之感，是吧？这个来讲一定要注意这点，不是飘飘飘就这么飘飘下来，那不行了，啊，好。下边由田小辉同学这样子做一下。好，下面我们再做一下是风轮式双活背。风轮式双活背和单活背，在单活背的基础上由双手同时进行啊，做五五步啊，这五五步，五五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重心在两个脚的中间啊，这样的啊，不是这个来讲是这样的啊，啊，实际上来讲就慢朝。这个两将来用腰带动这个两个臂，是吧？这是不但要活腰活背，还要活活胯，啊，膝要撑住，这点来讲呢，就是两脚这膝得撑住，啊，膝撑住脚底，底盘太稳，上边你才能做动作啊。呼吸来讲呢，要自然啊，不要紧张，也不要绷气，也不要是老那么基础呼吸。啊，要和动作协调配合就行。好，下边呢由田小辉同学做一下。好，注意这个动作是要点在哪呢？就是这个将来哈，这个动作是往下劈，这个量也跟着劈。是吧？将来呢，哇，这两个劈的动作哈，就很快，所以今天为什么像风车似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么就这样来回活动，把这个腰和这绑着哈，就像叫油了似的，特别滑溜，动作特别迅速，这个概念啊。下面我再讲一个鸳鸯绑着，就是鸳鸯活背。刚才我们做的风轮式活背是都朝一个方向，
或者斗上朝下劈，或者斗朝上挑，啊，那这回呢，要做这个活背，就是一个挑一个劈，啊，这个动作。好，我来做一遍。影座五五步，啊，哎，上步，啊，就是这手劈，这手挑，或这手劈，这手挑。这个概念啊，下面由铁小辉同学做一下看看。好，这个注意什么呢？活这个鸳鸯膀子哈，一定要用腰来带，是吧？非常轻松的哈，就是用这个腰，哎。将来用腰来带他，不要是光来这轮子上这个腰太死了不行，啊，这点注意一下就行了。他带的同时下劈要有力量，上挑也要有力量，啊，另外来讲活来活去时间长了，是吧？整个来讲的骨气血鼓荡，骨血起冷，啊，这点来讲呢应当注意，啊。活臂八法第八法，伸肩。伸肩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要把这个肩向前伸，啊，伸肩是由古来老前辈们拉皮带，就是拉皮带，就是啊，有时候拉这个皮带，哎，悠悠荡荡的这么拉，哇，哎，这么拉演变而来，啊，那么我把这个动作，做一下。脚呢，走三七步，是吧？这个来讲呢，哎，慢慢的往前抄，是吧？一出二入三滚手，是吧？要平，是吧？手指头是腕龙掌，是吧？回来要离脊，是吧？离脊，这手呢从虎口当中交叉而出，啊，但这里啊，为什么叫伸肩？它和吊带呢还略有区别，是吧？虽然形似，但亦不是。吊带呢，等在36手注记的时候，我们详细讲一讲吊带，啊。那么这个伸肩，我们出去来讲呢，哈，就是要注意这个肩要伸，啊，往外探肩，是吧？不能这么顺的，啊，这么顺肩这个不行。顺来讲呢，你起不到什么的锻炼这个伸肩这个目的。是吧？所以这个伸肩来讲呢，哈，哎，要慢慢的，哎，往外探这个肩，也可以快，是吧？到时候这样也可以快，啊，但最好就是慢慢的自己试，这个肩往外吐，吐这个肩啊，要吐这个肩，是吧？同背拳，同背拳这个肩吐不出去，那将来这个打同背拳就要受到制约，啊，这个伸肩。第二，做的伸肩，刚才是来讲的左右。还可以上下，啊，哎，打这个伸肩的时候来讲呢，上下，哎，也可以上下，哎，带，往下这个时候来讲呢，一上一下往外伸这个肩，啊，角落三七步、踢几步、五五步都可以抄，啊，好，天小辉，做一下。好，你这个毛病在哪呢？就是不是伸肩，就来回拉这个胳膊了，啊，有的好多人俩就来回这么拉了胳膊了，是吧？拉这胳膊了，实际上这肩一点作用都没起到，是吧？这就是那样的操动作那样的根儿没敲着。这个伸肩的目的主要就是求这个伸肩，啊，别的目的咱先不谈，剩下别的目的都到吊带里去谈，好吧？好，八手膀子就简单的介绍到这儿。我介绍一下这活腕八法。活腕八法有四句歌诀，我给大家念一念：晨间舒腕，手摇铃，
滚腕翻掌，劲儿要松，琴形字字其中位。学掌沉手快冷如风，是吧？那么来讲呢，第一个活腕法就是斩首活腕，上三七步，是吧？双手往上挑，哎，这个来讲呢，哈，往上来讲呢，哗啦往上斩，哎，这个往下斩，啊，就是你上去用掌托，下的时候来讲呢，这个掌呢也要先行，掌根先行啊，腕子要先行，下来带用这个拳力向下斩落，是吧？双手，这是双手的，两肩呢尽可能往里合，两肘呢尽量往里合，往起并，啊，哎，这个走这个就是斩首活腕。好，下边由田小辉做一下看看。多抖两下，好，这个来讲呢，要加强练习，主要松腕，沉腕，用这个拳头这个尖儿，是吧？就鼓棱，向下斩落，啊，这个概念。第二个是单手活腕，啊，还是三七步，啊，左右，哎，左右的活，哗哗哗。往往的胆花，这个胆将来走二郎的时候也是，都是这个那样的，就是往外胆啪啪，哎，这个呢就是横胆横活，是吧？可长可短。好，由田小辉做一下。好，这个来讲呢，主要是活腕子，要把腕子给它活开，是吧？这个一定要放松，是吧？使这腕呢，就是尽可量的悠荡，是吧？就像它不存在似的，啊，出去之后打出这个，将来打这个单手，啊，二郎等等这些非常灵活快速的手法，是必须得腕子活，啊，好，第三个是银手活腕，银手拍掌活腕，是吧？银手来讲呢，就是前后。啊，拍活腕，哎，这个来讲呢，注意做这动作的时候来讲，脚尖、手尖，啊，尽可能叫它那个三尖正，啊，这个活啊，有天会做一下。好，这个呢，形式对了，但是练出功夫确实很难，啊。这是，单手活腕，转环活腕。转环活腕来讲呢，就是两个手伸出去之后，两个手自然而然，哎，这个手来讲呢，随便的。单手呢，就是要转，这么转，啊，这么转，哎，双手来讲呢，就是要同时的练转环，搞的转环，手呢，要这个手腕来回的。圈动摇动，啊，往下，再往上，再往下，啊，这也是再往下，再往上，但是要松啊，这个力量呢，就是转环活腕。好，这回做一下。你这不行，一看你这腕子就不会用，是吧？这个转环掌将来那样的，转环带环连环手，是吧？叶底仓花结实手。是同比较来讲，这腕子转环要求必须得快速，是吧？要加强练习，啊。下边是砍掌活腕，砍掌是吧？左右砍，啊，上下砍，上下砍，左右砍。好，第二回做一下。好听，这个砍掌来讲呢，啊，这个腕子来讲，去的时候都是要松的，但是它的将来在三十六手筑基和七十二闪传当中，我们再逐步介绍这个砍掌，是吧？它的用法和它的整个发力的过程，啊，
下边我们再讲一下的是里脊外滚活腕啊。里脊外滚活腕，马步是吧？双手往前插是吧？翻滚是吧？往前插翻滚啊，然后那样呢蹲裹，然后再往前翻着啊，这么样。这个这样，这就是脊肘，里脊外滚啊，哗，哎，这往前，哎这，将来是劈，这样的往下劈，这个概念啊，也可以，也算里脊，但是这个力量起的时候最主要是外滚，这是主要，里脊，这是很主要的啊，注意这个里脊的时候，这样你要处到自己的小腹，上处是吧？能够处到自己小腹单位最好了，啊，好，这个你待会做一下。这个有点刚啊，做的刚，太直不隆统的了啊，这个身子哪都放松，抖了啊，抖这个概念，啊。下边来讲呢是说鹰翻活腕，是吧？鹰翻活腕和刚才差不多少，但是有区别。看看啊，插出去，双手插，回来往后倒卷，哎，然后再往前插，啊，然后顺原路回来往前插，是吧？没事来讲呢啊，就做翻着腕子，叫它翻的灵活，啊，将来来讲呢，这个插手来讲呢。才能灵活啊，是吧？好，田野会做一下。好，这个两呢就上下卷曲，快速灵活，要裹肩合肘啊。这个咱就不多说了。还有一个就是鱼形活腕啊，鱼形活腕三七步，两个手呢要张开是吧？往外。开，然后合，啊，开，合，啊，提，合，提，合，这个两条臂呢，就像这个两在水中游动的两条鱼，是吧？腕子来讲呢，哎，要跟着这个，就像这鱼尾似的，来回的这么摆动，是吧？这个来讲呢，身子要轻灵，哎。不妨卖的时候来讲的，要合的时候来讲的这个概念，然后突然的加快，是吧？甚至加快，这怎么都可以。到时候哗啦一挤，哎，挤，这来讲的一走来讲一走，哗一挤，这个概念，挤，这挤的时候还不能这么碰上，是吧？中间就像有一个雾在堵着似的，两边就像拍这个球一样，有这个两脚两臂有合力。啊，这个先会做一下。好了，你这个鱼形活腕可以说一点都没有，啊，这个来讲呢，腋窝要张开，是吧？肘、肩、腕都要松垂，是吧？松垂这个概念量，大伙儿非常清楚，是吧？你不松垂。你就没有劲儿啊！第二个力量呢，它一合的时候，将来哈，不光是都一定往这合，上下合啊，一上一下合都可以啊。将来一合，哗，这么合，将来这都得有用。好，八手腕子我们就介绍到这儿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子专攻。以前很少有的同志因为那样的通臂拳那样的不站桩，都是活动以活法为根源，啊，这个那样的，这是错误的，动静本无分，是吧？就是活法和战法，它是相辅相成的，是吧？它必须得求得阴阳平衡，活动的时候，要心要静，是吧？
那么我站桩静的时候，心要动，是吧？站的时候，外静而内动；动的时候，外动而内静，是吧？动静本无分，是吧？这个概念，是吧？将来大伙儿可以进一步深造的去研究一下这呢动静的理论，是吧？这里我就不多谈了。那么来讲呢，我把这个几个桩功简单的介绍给大家。第一，登峰请示。这个登峰请示来讲呢，站三七步，双手呢要向下踩落，是吧？后手合膝裹胯，这个一定要合膝裹胯站住。这个屁股不要撅，首先这一点。头有虚灵顶劲，是吧？头顶向领，疏胸下气，气要涵养于丹田出上方，是吧？两胯有包裹之意。丹田有上翻之意，膝盖要有合扣，就是整个身体三折九扣，只有这个腕部是吧向两旁撑开，手呢踩住，是吧？这个、可高可低，一般来讲呢以中盘为准，啊，这个桩，啊，上部也是如此，啊，站立桩呢一定要。站住，外静而内动，这个呢，在视力的时候，因为同背山站桩来讲呢，它这个不是什么养生的桩，它是准备积极用的，啊，那么来讲站的同时，要有微微的蠕动，啊，微微蠕动什么呢？手要有下踩，啊，下踩，脑袋呢要有前撞之意，整个身体要有前撞，啊，这个概念，啊，脚呢要有撑踩，就是膝盖要撑住。这个概念啊，所以那样的这个简单的，明显的，咱这么做着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在那里来讲呢，要进行蠕动，动得很少，踩很重要关键。你如果你踩不住，手很松，那不行，是吧？这是个整个圆弧的撑力，啊，踩住，啊，这个呢简单介绍到这儿，啊，第二个推山桩。推山桩仍然是三七步，啊，在这儿，推山桩练呢，胳膊不要抻直，和前面那样的登峰形桩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两个虎口相对，两个呢，手掌要张开，不能这么并着，是吧？虎口撑圆，啊，两个虎口相对。老来的时候，咱们老一辈有这么站的，就是，啊，两个掌根外翻。啊，两掌平行相对，是吧？现在打手也有这么打的，啊，但是那样呢，还有一种就是顺着，啊，这种站桩，是吧？两手平行，啊，那么我们取其中，就是两手为先，两掌要有外滚外撑这个意思，啊，将来那样呢，你打推杆的时候那样呢，就是要有两，腕部要有外撑。滚撑的感觉啊，虎口要相对，站住，啊，身体也微微蠕动，哪也不动弹，要用身带动这个臂去撞击这个前面有一个像重物似的啊，就是微微的进行蠕动，啊，是这个的。所以通背拳来讲呢，后期有好多练通背拳的把根节力给打没了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注意根节力的培养。那么人一般普通的养都是上实而下虚，是吧？就是什么呢？脚跟轻，啊，脚底没跟。那么我练桩来养，练去来养呢，就要练上虚而下实，是吧？你将来才能那个把人，用这个打出去，是吧？这个推山桩，啊，也是左右脚可以同时变换，啊。金龙合口桩，啊，金龙合口桩带住，啊，这个来讲呢，也是三七步，啊，三七步来讲呢，
这个环跳跃也要往前挤，是吧？哎，挤住。这个你不要这个一撅一撅下来哈，环跳一撅下来，这个劲儿就往前撞的劲儿就没有了，啊，环跳跃自助，它的前脚也撑住。左手呢向里合，合肩合肘，合腕，右手呢曲臂，手掌上向前向下伸长，两手在一个和这个鼻尖脚尖在一个立面之内，啊，形成大张嘴之势，是吧？这个量要蹲住站住，啊，上步，啊，哎，上步，带住。练习的时候练也可以，就是微微的用身状，啊，进行蠕动。没事呢，踩一踩，是吧？踩踩，有的是。这时候呢，肩、肘、腕、掌和脚底哪都要撑住，撑实了，啊，嗯，好。第三个我们就介绍到这儿，下边说一下子午桩。子午桩亦称子午风手。那么来讲呢，它主要是这是站个提膝啊，不要站三七了，站提膝啊。左手呢撑圆立掌竖掌是吧，护于呢自己的喉前是吧。那么来讲呢，右手呢，沉肩、坠肘、悬腕，是吧？但这个呢，不要使劲沉，要松沉，啊，这个呢。左手呢，在右手这个肘弯处上方，啊，前手掌呢，自然而然的立掌向前平直，啊，这个呢。但这个量呢，要求呢。前脚你看这个提起它要单成一层劲儿，是吧？它如同踩弹簧，说这个量非常主要，它随时准备发动啊。那么那样的这个量就是外松而内紧，外松而内紧啥意思呢？它就像要在起跑线上一样啊，一听说枪响腾就得跑出去，就是这个概念，是吧？对方一出手，你的手马上就得跟出去，叭叭就得跟着走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子午桩来讲呢，它变化很多，它也是一个报门法啊，左右都是都行。那么以后在报门法当中或在手法当中，我们将话得逐渐的给你介绍啊。七星桩带入啊，这个来讲是三七步来讲呢，这个环跳一定往前塞，包括这个来讲呢，头部要有虚灵顶劲，就是头顶向领，向松而不懈，挺而不僵，舒胸下气，是吧？两肩微微合扣，双肩下沉，双肘下沉，啊。前面来讲呢，这个是拍掌的形，啊，微微的。向里向前扣啊，这个拍掌这个手呢哈，手心要空起，这里头脚心要空起啊，肘要坠，后手来讲呢要护于左肘下啊，撑直，但这个撑呢不要和这个前手形成平行姿势，也不要形成横交叉姿势，而是斜交叉姿势，因此称为七星，带出去也行啊，这个意思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沉肩。对着悬腕，概念，站住，站他的时候来讲也是一触即发，对吧？那感觉，是吧？三七步来讲呢，随时准备发动，是吧？是前进，是后退，是左右三展，啊，好，下面再简单介绍一个桩法，叫火焰桩。火焰桩，这个来讲呢，就是左脚向右微微跨一步，与肩同宽。是吧？慢慢的，两下顿膨胀，膝盖呢不能过前脚尖，是吧？这就是高马步，两手抱住。这个桩法来讲，看来多个练武术各个门派里都研究这个火焰桩法，是吧？这个火焰桩法来讲呢，在咱这里头要注意，它有两个内容，一个是养生，随便一站就掌握松静就完事了，什么也别合计，
脑袋一片空白，空空洞洞，是吧？就是养生，是吧？就是一站，注意两个字，松静，啊。那么来讲呢，作为搁混元江中想求积极，这个来讲呢，这就是我们通臂拳需要这个研究的。它在下也行，在中也行，在上也行。这个来讲呢，如同怀抱一个球，周围为什么叫混元？就是那样，它周围这个臂是吧，要有一种混元力啊。这种混元力，碰则有，不碰没有，是吧？一碰两哇，一身上一嘚瑟就有了，是吧？它是往下的力，往上的力，是吧？往外的力，往里的力都有，是吧？这个运动量在这里，我们就不把这个桩呢详细讲了，只是把这个形象，是吧？给大家做一做就行了，是吧？抬下来，啊，下来，腋窝一定张开，肘必须得悬着，这么别肘，那不行，是吧？气血不通，是吧？将来量呢，你打出去一弹那样的，弹在身上。你这个弹劲没有啊，通臂拳的步伐是非常主要的，而且通臂拳的步伐和其他拳种的步伐有很大的区别，它特别的快速灵活，特别实用，是吧？快速简洁。那么下面我把一些步伐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些步伐呢必须拿出来的进行单操，反复进行练习，是吧？步伐要做到什么呢？随风而动，落地生根，是吧？要锻炼成这样。首先做一个捻散步，是吧？捻散步来讲呢，我们在这儿前脚在前的时候，是吧？也就是要闪开对方攻我太极，我马上要闪，这个、就为捻散，是吧？捻散来讲呢，注意我这边来讲呢，有先捻前脚，是吧？这个这样的，你比如说哗啦一刀打这个就是捻前脚啊，右脚在前哗，这就是捻前脚啊，经常来讲呢哗啦一点大啦呱老这么做，是吧？呱啦带这个捻这个捻这个步伐啊。那么捻后脚啊，何必咱们这个左手在前，捻后脚啥，左脚往后撤，右脚捻啊，哗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哎，这个概念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花要捻，这个捻老捻，这是一种散展步伐，快速灵活，是吧？不能是吧，到时一打成这样的摆步了，你不捻就成这样步，啊，就成猿猴倒行步了，是吧？那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一定要捻，捻才能够就是发力和蓄力同时进行。我这么打，你冲我太极，我马上闪开，我这手进攻。下手呢，我才能够直接就往里打，啊，这个非常主要。有捻前脚、捻后脚，第一个。第二，我们介绍一下散展步，啊，散展步，啊，梁先生，散展步有也是，咱们先锻炼呢，先在散后脚，是吧？哎，花，你看，花，哎，一头花花。就是我们闪这个，那么那样呢，也可以闪前脚，是吧？走这儿，是吧？右脚先动，哗啦再闪后脚，啊，紧接着再闪后脚，啊，还有那个闪，是吧？但这个闪来讲呢，一定要快，不能这么迈步，啊，千万不能这迈步，迈步什么都凉了，啊，这个散展。咱们简单说一下猿猴倒行啊，猿猴倒行将来要打手的时候来讲，这个手哈常常来讲呢，步伐来讲呢要求这个进行配合啊，快速灵活，是吧？那么来讲呢，他一倒一倒，哎，另外来讲呢往这走一倒，倒步倒步快速灵活，是吧？哗啦哗啦，哎，所以这个手来讲呢跟着配合，是吧？是吧？一打，哗，哎，走，这个步伐非常快，是吧？快速灵活。三，第四个就是畸形步，啊，畸形步来讲呢，哈，就是这个量畸形步，大伙儿都知道是从魔镜而出啊，往前走的，哎，踏拉，往前走，哎，往后退，哎，
这个斗形哗啦，一走是这个呢，是磨镜而出。动这个脚呢是平行于地面，动的脚呢是平行于地面，脚掌呢不是提起啊，这点。刚才我们介绍的猿猴倒行步是方形，是圆形步的总法。啊，圆形步、盖步啊，这个散展步啊、年散步啊，哈，都是从猿猴倒行演变出来的。但畸形步呢，将是下边一些步法的那个总法，它是直行，也就是刚的步法，直行步法的呢，母之母。下面我介绍一下子提起，提起步法是由畸形步演变而来，它快速灵活，是咱们通臂拳必须单操熟练的步法啊。提起步法来讲呢，是吧？步行是九腰步啊，前脚要挂成一层劲儿，是吧？这个那样呢，前进后退，后脚往前蹬的时候来讲呢，这手呢也是往提，是吧？他一走，你看往上提，花带，哎，撤，哎，这个步伐来讲呢要走出来，提住，往前撵着走，啊，哎，所以这个手一打来讲呢，随便，配合这个提起步来讲呢要快速灵活。提起步，它的前进路线就是有的时候来讲是往前走，往后退，是吧？往右行，往左行，往右行，是吧？这都是三角斜行，就是之字形，哗啦喂，是吧？这个步伐去的时候来讲呢，注意它是吹胯，而不是迈步。如果这么一迈步，那就晚山春枝了，是吧？重心送不出去，速度太慢，也漏行迹，将来在技击当中那样呢，就是要受其弊啊。垫步又称喜鹊步，实际上来讲就是它很简单，往一打来讲呢哈，啪啦，往后，哎，这个脚呢，这脚往后垫，是吧？这脚往后垫，前脚起，是吧？这么往前走，是吧？将来好了，哎，往后撤，是吧？像小巧玲珑，这个也是呱啦往后撤。他的行进路线也是很刚的，是吧？这些步法都是个畸形步演变出来的，啊。下面再讲一下这寸甲几步。寸甲几步和垫步不同在哪儿呢？大家看一看啊，我这一打这手，往前冲，哗啦，哎，起，推，哗，这个呢，初步分不出来呢，以为这是垫步，是不是？原因什么呢？我这是前脚趟，后脚吹，再跟挤，所以叫跟挤步，擦拉步。擦拉步顾名思义，擦拉步这就是贴着这个地不动弹，是吧？一拉地皮一道沟，后胯老拉着，老拉着这么走，是吧？但是要快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呢？第一，它桩稳，离地面越近，活动起来越快，落地还快，桩还稳，是吧？这一点呢，在这里就给大家说到这些。